台北捷运发生太阳事件了哦，即马使人烦恼的是，呛声讲妈咪安尼做的模仿效应不断。有人是伫网络顶头写，写讲板南线和郑捷淡水线就交互我，甚至也阁有少年家讲伊是郑捷粉丝，去看秀所要甲郑捷见面，问讲安那太阳，也阁人呛声讲要去修板桥的捷运站，警方拢唔敢大意，全部拢介入调查。就伫台北捷运发生连续太阳的悲剧了后，第二天网络顶头就一张相片，顶头写着感谢郑捷完成伊的梦想，板南线和郑捷淡水线就交予我，这款的言论，警方马上去追查到底谁写的。我们淡水分局在网络上发现了詹姓大学生，留有影响大众运输安全的不当言论，我们已经在第一时间把他带回来调查。下来这位就是伊目前伫咧读大学嘅姓詹嘅大学生。抱歉，我怎么这样说那句话？头里底一直讲实咧，为虾米写这话，伊拢无做回应？呛声讲嘛要安尼做嘅，也够即个牙乖呀，行动无啥方便。林老先生，伊咧就是好下晡打电话到新北市1999市民专线，呛声讲要放火烧掉板桥这文章。警方进行了后，伊改口讲只是要烧家己这座引导。请问你为什么要放火烧捷运站？是他们杰先生讲错话了，我是说我要烧我姐姐她的家了。另外，政府加派警力也出现效果。昨伫咧台北捷运站抓到一个姓肖的通缉犯，手提着40公分的尖刀伫咧捷运，还佮伫咧伊的身躯敲出一支玩具枪。另外，郑捷洪秀阿去看守所了后，还佮有一个19岁的少年家，讲伊是郑捷的粉丝，要去看守所申请佮郑捷见面，问伊安那杀人。这件随机杀人的事件引起小连锁模仿的效应，也让政府很重视。行政院长江启华昨下晡去和平病院看受伤的民众了后，伊嘛有转达受伤民众的话，呼吁社会千万唔通学。在我今天所探视的这个伤者之一，他特别要我要利用机会跟我们全国的民众，尤其是类似昨天发生凶案的这种凶险一样的人来喊话。就是千万不要有样学样。江宜桦除了过一摆表示哀悼，也谴责滥杀无辜的行为。江宜桦向社会大众呼吁，千万唔通模仿，因为这款偏差的想法，唔但会害别人的家庭破碎，也会让社会不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